小哥哥也吃得好开心，我喂完了，你还有一点点，我们一起喂。 小司机，请问前面的分岔口是向左还是向右呢？向左。请拐弯。哦，go go go！小哥，那边那边，你害怕没关系的，继续踩油门。没关系哦，我们成功过来啦。哦天哪，前方路口要遇到谁啦？我们先踩油门过去吧。 Hello， 下边的车，哈哈哈！我们跟在他们后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汽车汽车工程车，我们是什么颜色车车？红色。耶，不错，红色车红色车，请问司机是谁呢？阿乐。真棒真棒，请向左拐。乖乖拐再拐，加油。呀，好了，好一点点。 不错，真棒！给点赞吧。要过人行横道，请小心。看前面是红绿灯，对不对？红绿灯我们可以。现在是什么颜色的灯？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哦，红色我们要停在这里吗？我们已经过线了，所以可以继续向前。冲啊！准备到达终点了，好吗？ 哇，这里是谁的飞机呀？诺比，再见，跟他再见。好了，我们停好车，就要结束了，好吗？靠边停。好了，结束啦，罗罗斯基做的不错，下车。 孔雀先生，吓到我了！你敢拿吗？敢。哇，他好勇敢！哇塞！哇，我们旁边有很多什么啊？好多鸽子过来了。
来，放一些在手上，看看有没有鸽子在我手上吃。啊，我也有小孔雀了，鸽子在我旁边呢。蹦蹦，像个爆米花一样。对，孔雀吃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哇，我的小鸽子也吃得好开心。我喂完了。你还有一点点，我们一起喂。还有一点，哦，吃完了。啊啊！好吧，那今天的结束在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走了。今天的体验不错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探访之旅就到这里了。你喜欢这个史努比乐园吗？喜欢。哈哈，我们玩了那么多，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喜欢的是花生漂流就留言一，如果喜欢的是交通城就留言二，如果是启蒙部落喂小动物就留言三。小动物里面孔雀和羊儿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喜欢羊。哈哈，我喜欢孔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喜欢我和罗罗的话，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。